后60000。七。哎呦。干嘛？你服了？在做牌。他还在吃哎。4条。在做牌呢。应该吧，门口至少看起来有坐起来。门口有坐起来。6万，里面就不知道了。真的。人闹了。糟了，拿来，10万，是，哎，也是第三师啊，牛逼，头痛，没牌了哈，嗯，软，加油加油，啊，6万。3条。赵玉胜的案，3又9条，你6、9条。对啊，对啊，9条还自己碰掉了，自己也碰掉了。哎呦，超一张，哎，中没有进，有来不及，欠一张啊。对啊，有吗？有，有是吗？哎，我还有6条。好可惜啊，那个牌。对呀、啊。红中要碰后面是后对战，红中后对战。后对。不是后面抓到的。就后对战。对对对。好，发财一个敌，再加2000，哇，28500。来，完了，我们下一场。发财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2台。像裴林啊，像杨奇他们是打上场第三次，嗯，对不对？再上一场，你们还是没有放炮，过了就过了，对吗？好不好？直接就打最后的自制对决了，就打你，跟你打。他现在有点紧张过度，我有这么随便吗？哎，随便打一下嘛，加油！难得糊涂嘛，干嘛气啊？好，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先看庄一林的牌，一把都没胡上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万字多么多考张，大字凑上搭，凑凑可是在召唤你哦。斜卡可不是叫假的，起手牌面这么美，碰蓝风魔卡3万，看来这局又是你的份。这局可得加把劲，红中摸上来暗杠。牌面凑得顺，想听才能扳回面子哦。幸运五就要发挥的彻底啊！再稳住这2场，58饼47万，抢钱眼光就要看得准。来，出赛！加油，情侣档神卡球，南宫这一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出门不利，一出门就碰。咚咚咚咚咚咚，西风，1条，碰，西风，北风。8万，七，吃，发财，碰，9条，七，吃，7条。七，9条，呼呼，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我想打掉你家？好了，白皮脸皮，红中，杠，哇，哇塞，还是他真的有发狠的感觉，马上就三打，他真的整个就是发狠了，完蛋。加油！小心哦，两位女生。嗯，好害怕。8万。
我是希望观众赢了，加油，好吧？干嘛这样，老公？说完。连你都吓到，干嘛跟他吓一跳啊？不是，男生谁会没吓到啊？观众朋友都吓到了，生气了。好啊，来回头必有因。四条。裴林会坚守六九饼，还是转听更美的二五万呢？压力好大哦！来，三饼，吃二条。哎呦，哇，剩四张哦，来比。对呀，他好恐怖哦。五条，小心打你们两个女生。放炮就归零啊！对呀，不要只顾着自己。归零，归零，不要这样。归零，好。哎，不要笑了，好不好？我也是零啊。还不要只顾自己，大家是穷人的，你是有钱。一万，穷的时候，穿草鞋不怕穿皮鞋的。我真的错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来了。一双双，一对对，真的。六桶，五了。六饼，你知道他听多早吗？他吃你九条就听了。对啊，他听应该 OK 的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他牌太美了，你知道，你打南风给他碰，转手他就摸三万种洞。对，然后你再喂他吃九条，他打一砍。我想说我要听六九还是听二五嘛，后来把二打掉，又摸来一个，又摸来一个，转手自摸五万，对不对？你好棒哦，糊掉就好了。对，牌真的太美。那边三个饼刚听。有手注意，六九超多，我还想碰，好，我还想你胡，不好意思啊。南风一个底，再加两千哇，三万一万耶！来，马上我们的下一场，南风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两台。这场裴林啊，杨琪上阵，如果呢还能够维持不放炮，哎，其实他们都糊了。对呀，每把都赢哎，几乎都是你们上场就糊。对呀，把把都赢。你看裴林在我们节目还真的输的不多。对啊，上阵的李天柱在我们这节目一辈子没赢过。就是他，对，跟他在一起，他们还总是赢的，厉害的，知道吗？他自摸一个。但节目的最高潮是在你身上。真的，我才是最邪的，好不好？看这一把好不好？咸鱼翻身，来。杨琪好紧张，不要抓住我，真的好紧张。三万五零五百哦，我都会咬下。一把三万零五百啊！真的没打过这么大的，加油！琪姐加油，加油！马上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杨琪的牌。没打过一场三万元，这把可是很贵的。六九条摸边三万，守住冠军就是你的啦。